在中国跳水界，有两个天才是大家不能忽视的，这两个人都是十米跳台的王者，他们在这个项目当中处于最顶尖的层次。一个人是陈芋汐，另一个是全红婵。这两个小姑娘在跳台上尽情地展现自己的身姿，为中国跳水拿下了非常多金牌。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比赛当中，全红婵横空出世，让所有人惊掉了下巴。谁又能想到中国跳水一直在涌现人才？当然了，陈芋汐的存在或许也在证明中国跳水不仅只有一个全红婵。在即将开始的福冈世锦赛当中，这两个人将继续冲击冠军。全红婵跟陈芋汐这两个运动员也拥有着非常庞大的粉丝群体，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被自己的粉丝所关注着，因此他们两个人也被经常拿来做对比。到底是陈芋汐更强还是全红婵？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停下来过，但是从此前两个人的交手情况以及队内训练的情况来看，陈芋汐会更胜一筹。此前在比赛的时候，全红婵的 207C 动作经常出现失误的情况，一出现失误就很难竞争金牌了。第一次的福冈世锦赛不仅仅只为了竞争一个冠军，更多的还关系未来的奥运资格。那么在福冈世锦赛来临之际，他们两个人能否在这一片赛场上继续决出胜负呢？人民日报发了这么一篇文章，如下所示。在国际赛场的跳水女子十米台，中国梦之队拥有碾压性的优势，如今单人比赛基本演变成了全红婵和陈芋汐两个人的较量。陈芋汐对于竞争看得很透彻，陈芋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有竞争才会有提升，因为有不断的竞争，我也在不断勉励自己，加强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和技术。跳水首先就是自己跟自己比，希望自己能比自己跳得更加好，更加有进步，有竞争才有进步。陈芋汐的话字字珠玑。虽然全红婵是最年轻的跳水奥运冠军，但是这些奖项都会激励着她不断前进。两个小姑娘在场上虽然是对手，但是在场下却是非常好的朋友。从她们的日常行为、一举一动，以及在各种画面当中显示出来的行为举止，都显示出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。关注全红婵的粉丝，大部分都是了解到全红婵不一般的家庭环境，家里比较贫穷，而且家里的父母也都是农民，培养这么多孩子非常的不容易。很多人都存在着一个共情的心理，希望他能够在赛场上取得更多的好成绩。寒门出贵子，这是很多中国人非常喜欢看到的一件事。也希望全红婵在这一次的福冈跳水世锦赛能够继续为国争光。不论如何，也希望各位粉丝不要把这两个运动员放在对立面，毕竟他们的年龄还小，而且两个人也是搭档，加上现在互联网的盛行，网络上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他们的心态。在比赛来临之际，一起祝福他们在福冈世锦赛当中能够取得较好的成绩。